好，我们现在指的这江，就是我刚刚说的漓江。漓江是个人的母亲河，它属于珠江水系。范围里面，第一峰西安抱宝山，由抱宝山的天气流汇结成，流经各个市区：新安、临川、许乐、阳朔，直至宫城河口。流经市区部分，约有4.3公里。描绘着漓江的诗句非常多，像韩愈的"江河清流在，江楼顶砖"，刘克章的"千峰环野地，一水抱川流"，这诗句都对这漓江做出了极大赞美。那今天大家所留的漓江是一部分，我们做的是区内段的，那可能是好。大家可以理解一下，三山两洞一条江，一条江就一线流水漓江，三山分别就是一线泛色一线山。离的火焰看到的是铜锣山，在地上的话其实有条梯子经过，但是看得到。再看到这山就是叠耳山，刚在里面看到也是叠耳山。在叠耳山的时候，我说了，叠耳山也有四个山峰，观看一座山峰是叠耳山顶峰明月峰。看这明月峰，看到它的灯光是沿它十级一层一层打上去的，就像飞天彩云彩山，故而得名叠彩山。叠彩吗？可能意思明月饼。叠彩。在叠耳山山脚下，大家看到这个塔，这叫布罗塔，这是一座喇嘛塔，建于清代，它高度13米。而这布罗塔下方，一看到有几块大石头，不然在桂林也没听过桂林的歌仙刘三姐。当时刘三姐与莫老爷对笙歌，便是在这大石头下合江，与着莫老爷对唱。但当时正是刘三姐对歌对赢了，莫老爷输了，恼羞成怒掉下漓江水域，便是明显旁边看到这漓江水域了。或者这几块大石头，也就是刘三姐当时对歌的一个对歌台。在叠耳山下方，这墓室前面，这是一个渡口，它叫慕容古渡。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当时来这里旅游，途经的便是这慕容古渡。说到叠耳山山下，我们说一下山上，在山上这座明月峰上，有一块写着一块碑。上写着登上叠耳山，活到103。这一山的山就是北雅山，大家能够看明白，一个名言。